今天吃这个荠菜猪肉馅的水饺，配上这个辣酱，这个辣酱是19.9块给大家发10罐，每一罐是这样的，是真空包装的，吃不完的时候它有这种盖子，你把它盖起来就好了。香菇跟辣椒做的，属于鲜香口，不会很辣。这特合适，19.9发10罐，还给你包邮，拜拜。填海肠的烤肠，纯肉的烤肠，你看烤的汁水，全部都是肉，主要是它全部都是肉，而且它吃起来里面一点都不干，69.9给大家发69.8发4包40根。这个你到外面要卖4块钱一根，好好吃。这款烤肠我有绝对的自信，因为它真的好好吃，我吃过很多牌子的烤肠。拜拜。小笋样的三椒脆笋，这样的，里面带泡椒的，吃起来很脆，然后一股浓浓的泡椒味，跟笋的那种脆脆的味道，口感。它这个吃起来不会特别辣，我之前用这个经常用它配米饭吃。味道是好吃的。看电视呀，当个小零食很不错。
今天吃这个永生客的无骨鸡爪，我这个吃的是特辣，这个是一斤装啊、哦。前两天我开了之后偷吃了几块，这是一斤装，嗯，量还挺多。刚解冻完，这款的鸡爪都是很大个的，手工脱骨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不甜哈、哦。我不太喜欢吃甜的这个鸡爪的。酸辣味的。推荐大家去拍这个变态辣或者特辣，我这个就是特辣，但吃起来感觉没啥辣味。嗯，拍点黄瓜，这个汤汁一胖可好吃了。下饭追剧小零食，去骨留筋。